下个动作又是一个回头半个五花，转回头，转半个五花。这个动作要变，要下滴水枪，向下扎，下扎枪，要下滴水枪，然后又变一个延两枪，踢腿上步，一、二、三，延两枪以后，上七龙枪，枪向上撩，上步，撩枪。要上七龙枪，右边拨草寻蛇，枪要向外拨，拨上步，扎枪，要拨草寻蛇，然后一转身，右边白猿脱枪，转身以后向前上步走，突然转身。再次扎乌龙入洞，这叫乌龙入洞，就在做脱枪推着走的时候，脱枪走三步，一二三，突然转身扎一枪，所以叫乌龙入洞。